咱青山宫伫东头街，伫卫视业有限公司，咱桂鸿路董事长，以及咱社团法人台北市葫芦岛维护会柯祥成董事长，带领咱十八乡市长主任委员吴立超，咱南投县新竹红军乡南投县林海亚会长，率全体志士来恭迎，恭迎着咱易晨轩，咱的众头家将来到咱的新台前，来恭迎着咱最大将咱的盛大人。